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0年，8月。8月29号，然后新左营，高雄的新左营终于到左营了。10:36，手牌的是167次哦。彰化发车，经由西部干线中南段开往潮州的红斑马自强号。ENU 1200席，ENC 1203、1204。从斑马至城号在新左营段准备关闭车门，也未来不知道何时退役，但是能保存到现在就蛮感动的，保存它的历史一面。左营编组关闭车门，ENU 1200型红斑马之前号在新左营段。台南高雄，你左营的关闭车门时间。其实我觉得，但我觉得就是需要有伴，需要对哦。平东公路一直塞车，啊，平东那个塞车是不会的，不会。我说比较像观光铁道那